针织巧巧巧，常常有人以为我素颜，但其实骗人啊！我就说我有化妆，但大家都觉得我素颜。第一个你要常常敷脸，再来就是包包再怎么小，我一定都会有个空间，就是放我的气垫粉。会太大声吗？时尚的关键就是要漂亮，漂亮要怎么样？就是要的养生。要常常喝热水，很棒吧？时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就是随性的秀发，头戴太高就时髦了，所以说我都会偷戴这个梳子。嘘，最后要时髦就一定要自己穿得很自在的大衣，然后哦，怎么那么重？它其实是 D 领的，是 V 领的，所以你可以多功能性。如果你只要很随性，就不用系皮带。如果你想要看起来再比较有气势一点、气场一点，你就可以系一个这样肩扣的皮带，就是时髦度就飙升。再来，如果晚上要见一个暧昧的对象，就可以把里面的上衣脱掉，然后你的大衣就会